台视晚间新闻，我是林如。新闻开始来看《空中惊魂记》，丽荣航空今天早上有一架从金门要飞往高雄的班机起飞不久之后，引擎发生了异常讯号，更有乘客目击到这个引擎呢是冒出了火光。当时机长立刻掉头返回金门机场，而机上当时有九名乘客，还有四名机组人员，大家都很平安。不过乘客真的是吓坏了。本该降落在高雄的班机却又折返回到了出发地金门，乘客一一下机，脚步似乎显得有些沉重，因为就在刚刚经历了一场空中惊魂记。飞机起飞后不久，左边的引擎突然有火光，然后失效，一样引擎就爆炸就对了，整个喷火出来，大家吓坏了。当时的情形真的是可怕，惊是死里逃生了。回想惊险瞬间，机上乘客余悸犹存。事发就在3月2号，丽荣航空一架从金门飞往高雄的班机在起飞之后，一号引擎发生异常讯号，有乘客还原当时状况，说看到左边引擎突然有火光，当下机长依标准作业程序返航金门，顺利在9:45降落。但根据乘客转述，当时还有民众吓得双手合十祈祷，更有乘客传简讯要跟老婆道别。这处理不对，应该要包个红包给那9个人。事发后，丽荣航空发给乘客点心、饮料、便当，并协助7人转搭其他航空，还有1人转飞台南，但也有乘客直接退票不飞了，业者也给予全额退款。针对事故原因，运安会则表示调查权将转交给民航局负责。这架飞机的确是有超温的现象，目前没有看到有零组件遗失的情况，我们去认定电费是属于运安会调查的范围，已给民航局进行调查。有时候原因不见得跟飞机的新旧有关系，有时候跟这个维护保养、油路、气电路有什么问题，看这个备案的调查小组调查。有前机师强调，单引擎发动只要按照 SOP 还是能够安全降落，至于整起事故原因还有待民航局公布调查结果。是金门综合报道。公车站等公车，没想到飞来横祸。在新北市新店区，昨天传出了货车撞机车的意外，这撞力道不小，机车骑士当场遭撞飞，不只是撞断了公车路牌，还波及到了正在等公车的3名路人。高中生放学走在人行道，后方突然传出巨响，一台机车连人带车冲向人行道，撞倒一名男子，骑士喷飞，痛到躺在地上动不了。这一撞，公车路牌被拦腰撞断，机车零件散落一地，力道真的不小。附近店家听到声音，赶紧上前帮忙。机车骑士会失控喷飞，因为在镜头外，他遭到一台货车擦撞。货车要准备要右转进去那个慈济的急诊通道，车就从旁边想要硬闯过去，那就去撞到他的货车的后照镜。那摩托车就这样连环撞，一直撞，公车站牌全部都撞断。事发在3月1号下午4点，新北市新店复兴路，温姓货车驾驶要右转进慈济医院送货，没注意后方直行的机车，骑士当场被撞飞，除了撞断公车路牌，更波及等公车的2名高中生以及1名男子，所幸伤者送医后都没有大碍。发生擦撞，导致普通机骑士向前撞击路边等待公车的3名路人。该2名驾驶经酒测之后均为零。新店复兴路是通往中永和的重要干道，平常不止车多，车速还特别快，小车祸时有所闻，这会波及无辜路人，让人心惊惊。记者宋仁阳、王豪新北市采访报道。彰化县警方追捕一名通缉犯，嫌犯逃进巷弄中，因为前方的机车挡住去路，嫌犯竟然加速冲撞，骑士当场遭到拖行，而情急之下，原警朝车内开了一枪，击中了嫌犯妻子的手掌，没有想到他不顾妻子安危，直接弃车逃逸。他出去了，他刚好关进来了。嫌犯躲避警方查缉，将车开进巷弄，正巧一位阿伯骑着机车迎面而来，眼看后有追兵，嫌犯倒车冲撞巡逻车，企图脱困不成，竟然加速直接冲撞机车，骑士连人带车被拖行，幸好命大，没有受伤。监视器拍下惊险瞬间，两名民警下车追捕，情急之下朝车内开了一枪，打中车内嫌犯太太的手掌，但嫌犯竟丢下太太弃车落跑。救护车将嫌犯25岁的太太送医急救，包扎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倒是骑士的妈妈听到儿子被撞飞，吓坏了。我安尼惊到鼻鼻臭啊！哦，啊老婆安怎无恁惊？讲无安怎？无安怎？我当摆拖咯，唔理你只。是啊。啊，伊爬起后当摆顶安尼怎啊直直拖啊？
彰化员林大春派出所员警上午巡逻时，发现陈姓通缉犯的车子尾随追缉到山脚路时，嫌犯借着地缘关系穿梭在巷弄内，上演警匪追逐。警察就下来了嘛，然后喊说叫他下车，他就不下车，然后硬要往前开。那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急迫性，那员警为了防止这个危害发生，那有及时开枪制止。27岁的陈姓嫌犯因为毒品以及恐吓取材遭通缉，警方事后回到现场搜证，目前正全力追缉嫌犯当中。记者刘茂彰化报道。新北市永和有一间 KTV 日前发生了包厢打架纠纷，警方赶往现场，发现一名女子因为喝醉在现场大小声，原警要将她带回派出所，她却不肯上警车，过程当中还出脚踹伤了原警，导致女警受伤哦。那么这名女子最后呢是被依伤害罪判刑3个月。你不要推我，你酒气冲天，红姓女子坐在 KTV 门口不肯离开，拒绝警察管束。不管他，你们自己下去，被捕先下去，被捕先下去就好了。硬是挺直身体，不肯配合，讲不听，跟警察硬碰硬。你谁啊？可以啊，我可以自己上来啊。那你就上来啊，那你不要这样逼我。我现在对你啰嗦的，你讲多久啊？伸出长腿猛踹女警，不止女警胸口密录器被踹歪，头部、脸部还有手指都受伤，连眼镜都被踹到歪掉。凌晨6点多，红姓女子醉醺醺的走出这家位于新北市永和的 KTV， 在现场大小声。即使事发到现在过好几个月，附近住户仍然记忆犹新。打架啊，怎样闹事而已，大多。红姓女子拒绝配合，还踹伤女警。新北地院侦讯过后认为，涉犯伤害还有毁损罪，判有期徒刑3个月，得1颗罚金。酒醒之后，现在全部都得乖乖配合裁罚。记者刘慈林、秉州新北市报道。马路上状况多，先来看到是在基隆有客运零件故障，冒出了大量的浓烟，驾驶不知情继续行驶。网友说啊，以为看到了蒸汽火车。另外在高雄有机车行驶到一半，天外突然飞来了一块白布，还卡进了前轮，真的是险象环生。另外在高雄呢，还出现了载着钢卷的大货车，物品没有绑牢掉落地面，造成车子失控哦，滑到了对向车道。客运疾驶而过，仔细一看，车子的尾端竟然冒出浓浓白烟，浓烟蔓延了整条道路，不知情的驾驶人继续前行，民众直接拍下来PO网，引发网友讨论。知乎还以为是早期的蒸汽火车重出江湖，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样子烟冒成那样子，司机竟然都没有感觉这样。开着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往前开往后都看不到。对，还可以有赶快跟他通知。怎么会让客运变成蒸汽火车？业者回应，当时其实驾驶是要把车子开到2公里远的保养厂检修，没有发现途中车子已经冒烟，所幸人车都平安。同样险象环生，高雄一名骑士骑车骑到一半，忽然有庞然大物飞过来，仔细一看，竟然是块白布。骑士没躲过，白布掉地后还卷进车底，让人捏了把冷汗。离谱又危险的场面出现在高雄鹿竹，疑似回收车没有固定好物品，导致白布乱飞。同样没有固定好货物酿祸的，还有高雄小港区这辆大货车，钢卷直接往地上滚，掉下瞬间，整台车还跳狗链，滑向对向车道。巨大的震动让驾驶一度昏迷，所幸送医后并没有大碍。没有把货物绑牢，造成路上惊魂。警方表示可以开罚，还好这两起意外都没有殃及无辜。记者高雄基隆综合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居然大到连车门都被吹凹呢？台中有一名车主 po 文说，日前将车子停在无期同综合医院大楼前，要开车门的时候遇到了一阵强风，车门瞬间变形，还凹了一个洞。这个维修费啊，就要61000，让他相当的傻眼。而记者重新回到现场，果然直击到有车主的车门被风吹坏了，关不起来。白色特斯拉的车门凹了一个洞，这个洞让车主好心痛啊，因为得花61000的维修费用，而且求偿无门，因为这全都是风害的。没有听错，凶手就是风。一名特斯拉的女车主 po 文说，她将车子停在无期同综合医院前，没有想到开门时突然一阵非常大的风，虽然她用尽力气拉住门，还是无法拉住，只听到啪的一声，钣金就这样被风给吹凹了。那整个车门会反折，
反则会导致钣金变形啊，车门的关节损坏啊，车门的分段器断裂。事后车主将过程PO上网，网友就笑说是用纸糊的门吗？武器同医院前的风真的很大很可怕。还有人说海鲜的风不是普通的大，更好意提醒去三井奥莱的停车场也要小心。他会感觉很像快被坏。会被风吹坏掉。风太大，扭不掉。你门开开就一定扭不掉的啦，一定要家己咧开的，不然向开开弄坏，你家己了啊。实际到现场，强风呼呼呼不断的吹，我们就直挤一名车主，车门被风给吹坏，关不起来，最后没办法，只能硬开。也经常见到有骑士被风吹倒，在地的民众早就习惯，也知道车门千万得要拉紧。但风大到能把车门给吹凹吹坏，还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记者陈世杰台中报道。旅宿纠纷，在台中有一位魏小姐，二二八连假期间入住太平的一间汽车旅馆，原本想要泡澡放松，不料转开水龙头之后，浴室的瓷砖开始冒水，就连墙壁也像是喷泉一样喷出了水柱，害得她差点滑倒。她向柜台反映漏水，不过对方竟然回她说很正常，这不严重。水完全排不掉，排水孔堵住，导致积水汪洋一片。原本干湿分离的浴室淹成游泳池，整个浴室全部都是水，然后还要流到马桶这边。才会泄下去。开的是水龙头，出水的地方却在瓷砖。离谱的是，连墙壁都冒出喷泉水柱。台中一名魏小姐，二二八连假入住太平这间汽车旅馆，准备泡澡享受放松时光，却发现到处都在漏水。这个如果走过去踩到滑倒，不知道谁要负责。她跟柜台反映浴室墙面喷出水柱，对方却说不严重，气得魏小姐大骂，怎么可以卖漏水房间给客人？柜台竟然回说漏水正常，不然就加价换其他房间。我连房间的地板都有水，然后我蛮生气，而且我蛮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已经好几次差点滑倒。魏小姐不满柜台消极态度，事后看网络评价，早在两个月前就有其他房客反映，也有人遇过水龙头脱落，浴缸秒变喷水池，业者低调不用回应。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近日将派员前往该旅馆稽查，业者明明知道漏水却不处理，管理局表示如果检查有不合格，而且有危害房客安全，没有改善就开罚90,000，要是遇到类似情况可以要求退费或换房间，业者不得拒绝。键盘侠洪杰明台中报道。一张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难道是大白天出现了灵异事件吗？有网友在脸书粉专分享了一张总统府外的三军一队照片，只见其中一位一队弟兄的头竟然就不见了，让网友看了直呼心里发毛，纳闷地说放大再放大还是不知道头在哪里。我们来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一队走出总统府侧门，列队迈开整齐步伐，但休淡季累，画面好像哪里怪怪的。看我吓一跳，看起来有点灵异，但是应该是照片拍摄的问题吧？觉得应该是后置吧。看了看照片，民众直呼毛毛的，难道是大白天上演灵异事件吗？网络上这张照片掀起热议，因为其中一位弟兄的头怎么不见了？直接回到拍摄地点，总统府宝庆路这头，不难发现原理就是错位。只要拍摄者站在对接，主角呢站在树的后方，走进去就能够形成一张无头的灵异照片。换个角度看，原来是路上这棵树和背景完美融合，才有隐身斗篷感。也有人原先纳闷询问错位道理，我懂，但他的头到底去哪里了？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一直放大，还是找不到头。在热心网友画出树的那一刻才秒懂，直呼刚看到真的吓坏了。这样有，这样有，这样有感觉，这样还蛮好笑的。我每天在这走，我也没发现。但还是觉得蛮好玩的。嗯，对。好，这样看得到头，一个 move 却看不到头，一张错位照，天时地利的巧合，让人莞尔一笑。这是孙立明的报道。还要来看看这个景象哦，也让人觉得越看越奇怪。最近有民众在南投的一间国小发现了这个溜滑梯哦，而且呢是在溜滑梯溜到最后底部的下方正中央呢，就竖立了一根细长的白铁棍。那么民众就很担心了，小朋友这样从上面溜下来可能会撞到受伤。那么校方又如何解释呢？下课钟声响起，不少学生玩起溜滑梯，但这间国小还有个水泥溜滑梯，怪怪的。校方竟然有白铁柱，安全性备受质疑。你会想要溜吗？不会。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个
溜下去的那个冲击力很大。有铁棍的溜滑梯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这关是生育率下降的元凶，也有人说是少子化的社会性实验吗？对此校方解释，就是水泥溜滑梯速度较快，有危险性，不符合法规，所以改设置塑胶材质的溜滑梯，但考量拆除预算，所以才加装花盆、白铁杆示警变装置艺术。我们做一个障碍物啦，会把这个告示牌，再加一个告示牌，我们是都有告诉学生，这一个已经不能使用了。因为那个学校说那个很危险，然后就先封起来。考量预算，让水泥溜滑梯变装置艺术，意外掀起话题。校方表示会再加装告示牌，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曾武成南投报道。上个月28号，有民众拍下多名钓客没有穿救生衣，在东北角危险海域垂钓。当时的风浪非常的大，拍打礁岩的浪花甚至比人还要高，险些就把钓客卷入海中，令人捏把冷汗。对此，风管处也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会劝导钓客穿救生衣，如果不遵守规定的话，将会依法开罚。不过有钓客说了，会把救生衣穿在外套里，外表上看不出来，但是都有依照规定好好的保护自己。钓客站在东北角的礁岩上海钓，强浪不时拍打而来，有时浪甚至比人还要高，一个突如其来的大浪差点将两人吞噬，令人捏把冷汗。有网友将这惊险的一幕放上网，风管处立刻出面回应，表示会对钓客加强进行安全劝导。那如果是在公告的危险钓点的话，我们看到没有穿救生衣的情况，会先劝导他穿救生衣。东北角的礁岩上海钓没有穿救生衣简直玩命，实地走访东北角有钓客现身说法，表示不少人其实会把救生衣穿在外套里。你也说像一般你也说哦，不小心落水，你雨衣脱得掉就会很好游啊。你要说前面没有那块石头的时候，可能浪就直接打进来，那就是比较危险啊。对啊，它像浪大就是要找向安全的地方钓鱼。海象变化多端，实在不能拿生命开玩笑，除了要穿救生衣，最好也要选择安全的地点从事海上活动，要提高警觉，避免憾事发生。记者蔡正恒新北报道。台湾出现了两例猴痘本土个案，没有出国史，彼此呢也没有互相的关联性，有医生就提出警告了，社区内可能已经出现了隐形传播链。而面对猴痘疫情拉警报，卫福部考虑要追加采购疫苗，今天与专家学者召开会议，讨论猴痘疫苗接种方式以及扩大疫苗接种对象，包含了照顾确诊者的医护人员，未来都可能需要接种猴痘疫苗。一颗颗水泡就是感染猴痘会出现的症状，有医师提醒，水泡附近的病毒量比较多，得特别当心。台湾新增两例猴痘本土个案，两人之间没有关联，感染源调查中。台大感染科医师谢思明警告，这代表社区可能出现隐形传播链。而卫福部中区指挥官黄高斌分析，本土个案感染源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社区中已经有潜在案例，但症状不明显，因此没被诊断出来，就有机会在社区中传播；另外也可能是来自2月15号确诊的第5例境外移入猴痘个案，直接或间接传播。当时的疫调没有做得很详细的话，2月15号加上2个礼拜的潜伏期，正常来讲，现在刚好是下一个病人要发病的时候。虽然个案接触者目前未出现相关症状，但猴痘疫情让社区拉警报，疾管署召集专家学者将开会朝两大方向讨论。第一，研拟猴痘疫苗采用皮内注射，只需0.1cc 就可达到0.5cc 皮下注射效力。目前猴痘疫苗只有病毒培养实验室人员和个案接触者两种接种对象。专家会议中将讨论扩大接种范围，包含高风险职业，例如照顾猴痘确诊者的医护人员，或是高暴露对象等，都可能纳入接种名单。因为医护人员过去在照顾这些猴痘的病患呢，也有被传染的一个案例。只是说我们还需要经过这个专家会议讨论，那个接种的对象要扩大到什么样的范围，以及我们要估计可能那个需要接种的人数之后，那就会比较有清楚的这个采购的一个计划。而国内目前大约还有1100剂疫苗与500人份抗病毒药物，卫福部将考虑增购疫苗，但确切数量还得再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外国媒体《日本经济新闻》以耸动的标题直指台湾有高达90%的退役军官到中国提供情资换取酬劳，还说军官干部以外省人之多，根本没有办法与中国作战。退辅会主委冯世宽在今天呢被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直接爆气，痛批这个报道胡说八道，更是拒绝收回评论，士可杀不可辱。而被问到是否要找报道记者来谈一谈呢，冯世宽又语出惊人的说，依我的个性要抓来枪毙。不过也有立委质疑是台湾媒体翻译日本报道有一些落差。胡说八道，放他个屁。被追问日媒报道内容，冯世宽直接变脸爆粗口，骂完转头就走。主委真的火气很大。日本经济新闻以台湾未知的真面目为题爆料，有高达90%台湾军官退役后前往中国以情报换取金钱，更说总统无法控制军队，加上军官干部以外省人居多，根本无法与中国作战。冯世宽上了备询台，火气还没消。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们国军将领怎么会连日本人都来侮辱我们呢？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说放他的屁，表示我内心的愤恨。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媒体把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脏话，把它翻译了反映出去，我承受任何的后果。再度彪骂，拒绝收回言论，就是冲着撰稿的记者而来，真性情，超有尬子。以我的个性呢，我把他抓来枪毙，我都不会给他讲这个道理。要我收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一个军人，士可杀不可辱。但民进党立委提出质疑，是台湾媒体的翻译可能有落差，大概跟我们台�湾的媒体写的有一点点差异了。90%的人都跑到中国去做生意，跟他是不是被吸收成为共谍，这是两回事啊。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精通日文的专家则认为，报道内容前后文有模糊空间。不过，总统府在周四傍晚透过发言人驳斥日媒报道，总统府表达高度遗憾，并呼吁媒体应该善尽查证的责任。府方也呼吁，期盼全体国人能够支持国军，给他们最大的力量。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今天的发烧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全台湾闹蛋荒，餐饮业者也受到了波及。为了要解决缺蛋的问题，台南呢有餐饮业者就自救出奇招，推出一个活动，只要民众自备鸡蛋前来店里头呢点需要蛋的这个商品啊或者是菜肴的话，就能够折价10块钱。另外在新竹则是有咸粥饭名店，因为蛋商没有办法如期供货，决定要停业10天，发文怒批，现在民众要吃到一颗蛋真的有这么难吗？戳破蛋黄，将蛋液和卤肉混合，一口吃下肚，炒销魂。新竹人气咸粥店卖的卤肉饭双蛋黄是店内招牌，但现在恐怕暂时吃不到了，因为缺蛋，店家决定从3月6号起暂停营业10天。营业十天，你会觉得可以？当然会啊，就是可能就一段时间不能来吃，因为其实我是蛮算常客的。店家在脸书发文，原来是蛋商无法如期供应，说卖蛋30年从没遇到蛋价这么高，有钱还买不到，怒轰现在老百姓想吃一颗蛋真的这么难吗？还说终于明白什么叫蛋蛋的哀伤。休息时间我们主要是到国外去考察一下一些料理方式，如果没有蛋的话可以再做哪些这个商品。另外在台南则是有炒饭业者想办法自救，推出活动，只要自备鸡蛋来店购买均折价10元。我还是会自己带啊，因为现在物价也算是很高，蛮好的，会稍微划算一点，除非是我刚好手上有拿着鸡蛋有去买鸡蛋，我才会用10块钱去折价。消费者买一颗蛋就超过5块，如果折5块，应该是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我想说，回馈这附近的乡亲呢。折价10元对消费者而言不无小补，业者脑筋动得快，一方面减轻消费者压力，另一方面也解决缺蛋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最近冷气团一波接一波来袭，导致秧苗大片枯死，真的是让农民欲哭无泪。像是在新竹有一位青农，在2月中旬开始呢就陆续插好了20公顷的秧苗，但是好不容易才刚刚插好，又被低温跟强风侵害，几乎全部枯死，损失超过了64万元。农业处接获反映，表示将会全面的清查灾损状况，向政府争取救济，以减少农民的损失。整个枯掉，没那个没救了。农民拔起一根枯萎的秧苗，心跟着淌血，因为这片秧苗2月中旬才刚插好，但不敌寒害和风害，干冷枯死。气候就比较特殊，往常来说起完大风一定会带雨，可是这一次
除了大风之外，就是没有雨水。新竹这位青农愁容满面，尽管紧急淹水保温保湿抢救，但20公顷的秧苗都遭殃。撇除人事成本，每公顷运费大约10000元，另外加上插秧、翻田等支出，亏损超过64万元。而且受害的还不止他一人，农业处紧急提出补助措施。我们就通知各乡镇市公所到各乡各户去了解一下实际一个灾害的一个面积啊，陆陆续续也接到公所一个回报啊，启动天然灾害救助。虽然农业处表示会帮忙争取救济，但农民无法消极等待，毕竟稻作生长有一定时序，继续努力布置，也期盼天公作美，让他们能继续顺利耕种。记者新竹综合报道。今天的发现科学，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三月份又有难得一见的天文景观了。3月24号可以观赏到地球、月亮、金星连成一直线的月掩金星天文景象，最佳观赏时间在当天晚上7点52分。金星从月球的暗圆掩入之后，历经了大约57分钟的掩星过程，最后在晚间的8点49分，金星从月球的亮圆掩出。不过，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金星掩出时，台湾这边的月亮已经落下地平线，没有办法观赏到。民众还是可以好好的把握掩入的那一瞬间。时序来到3月，逐渐进入银河观赏拍摄季节。除了抬头可以看到美丽的星空，三月份还有这个不容错过的天文景观。金星与细细的美月越靠越近，直到金星的光晕隐没在月球背后，难得一见的月掩金星即将发生在3月24号晚上7点52分左右。金星从月球暗圆掩入后，长约57分钟的掩星时间，再从月球亮圆掩出。不过演出时，台湾这边月亮已经落下地平线，因此没办法观测到演出的画面。发生的时间点都是在这些天体西沉的时候，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它们的仰角就会越来越低，就会越不容易看得到它们，所以会建议还是要选择西边比较空旷的地方。图解月掩金星，其实就是绕地球公转的月亮和绕太阳公转的金星，跟地球刚好连成一直线，月球在中间遮挡金星。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天文景象。去年的5月份有一次，不过它是发生在白天，就是接近中午的时候。去年年底还有一次月全食的时候，月掩天王星啊，这些都是月掩星的现象。这次月掩金星发生在晚上，观赏条件比去年更好，错过这次要等到2063年才能再度在夜间看到月掩金星。若天气不错，肉眼可见，民众不妨在最佳观赏时刻抬头欣赏这样难得的画面。记者陶顺虎伟伦台北报道。澎湖湖心乡沙港村有村民抱怨，自来水经常变得非常的浑浊，有时候还会呈现淡淡的灰褐色，完全不敢饮用，甚至连洗个衣服还会染上咖啡色的污渍。自来水公司回应，近期在修缮破裂管线，水压差导致水质污染，目前已经全面排除。打开水龙头，水却如此浑浊，带点淡淡的灰褐色，叫人怎么敢煮来喝？这无法度啦，这点解啉嘛？一缸都拢乌去啊！系啊，这已经反应足够诶。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常常在澎湖湖西乡沙港村上演，连洗个衣服也都遭殃。花钱买的，我这里有钱。洗一次就变棕色的了。白色衣服丢进洗衣机，却越洗越脏，整洁泛黄，更出现多处咖啡色污渍。衣服不能洗，水也不能喝。为了解决问题，自掏腰包买个滤水器，但才一天，滤芯就脏了，要水公司给个交代。管中的扰流效应嘛，哈，扰流效应就会冲刷那个管壁的机构嘛，造成有水房的现象。水公司强调，水脏原因是水管破裂，关闭水阀修缮后重新开启的压力差导致。经过排水后，目前状况已经改善，未来会再加派人力定期稽查维护管线，以免类似状况再度发生。解澎湖综合报道。台中龙井在228连假发生了至少62件的公墓火警。火势大范围的蔓延哦，一路从第五公墓往南寮步道延烧，浓烟不只是影响到了国道3号的用路人，山区的树木草丛全被烧光，还有民众到南寮步道登山的时候，惊见有野鹿被活活烧死，还有8只鹿在焦黑的山坡地狂奔，让人看了相当心痛。228连假台中龙井平川公墓火警，火舌大范围延烧，山坡草地烧得焦黑，光秃秃一片，就连南寮步道上的观景台和树木也烧到只剩骨架，草木全毁，犹如死亡之谷。
有民众前往登山，就拍下栖息在附近的野鹿惨遭这把无名火烧死，更有八只野鹿焦急的在山坡地狂奔，幸运的逃过火烧山浩劫。只是栖息地被毁，未来如何生存，让人看了相当心痛。甚至还捡到一只鹿角，我会觉得说这群鹿要怎么生存下去？多的那个越野机车跟越野脚踏车，他们开发了很多那个路线。如果说真的是那群鹿是在那一区活动的话，是不是能留给他们一个栖息地？消防局表示，上月26、27两天扫墓、燃烧杂草、惊蛰引发的公墓火警，至少就发生62起，火势在强风助长下，浓烟还飘散到国三龙井路段，一度影响视线。初刊目前有一座景观平台烧毁，部分步道两侧栏杆、指标牌及树木亦有烧毁情形。市府经过勘查，南寮步道的主步道还可通行，另外两条支线步道也都已经拉了警示线。针对被烧毁的观景台，已将争取经费，预计7月修复。民众最近要前往登山时，也千万不要闯入封锁区，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张志明台中采报道。台新闻看见，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俄乌战争进入了关键转折，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中国跟白俄罗斯加强合作，可能是为了要透过白俄将武器弹药运送到俄国而铺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第13次访问中国大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隆重的军礼欢迎肝胆相照的老朋友，两人一见如故。中白关系啊，定位提升为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Беларусь активно выступает с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о мире, всецел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выдвинутую вами инициативу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白俄跟中国堪称普京最亲密的盟友，都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白俄不论人口或经济实力，跟中国都有天壤之别。但因战略位置重要，成为中国拉拢的对象。China's population about 150 times bigger, but Belarus straddles a strategic hotspot, bordering both Ukraine and Russia. 中国正逐渐培养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小老弟。习近平跟卢卡申科的会谈，更可能是为了利用白俄当作白手套，运送武器弹药到俄国。Chinese companies could make commercial transfers of ammunition or something like that.And the Chinese leaders would turn a blind eye. 但中国跟白俄建立崭新的伙伴关系，恐怕远超过对俄罗斯的支持。Today, not a single issue in the world can be resolved without China. 白俄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合作，中国对前苏联加盟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俨然成为共产阵营的老大哥。综合报道。英国王室纷扰再添一桩，哈利王子在今年年初推出新书《备胎》，大爆家族还有兄弟内斗的丑闻，引发了议论，更是让王室成员相当不满。英国媒体在2号爆料，英王查尔斯3世已经要求哈利夫妇搬出王室寓所，外界揣测他们父子的关系已经决裂了，英王决定要清理门户，让哈利在英国变成无可刮牛。这里本来是英国哈利王子居住的弗洛格摩尔小别墅，位于温莎庄园内，离威廉王储的住家很近，也享有王室维安。但5月之后，哈利一家人就不能入住，因为英王查尔斯已经下重手，没收豪宅不给哈利住。The Duke and Duchess of Sussex are confirming they have been evicted from Frogmore Cottage at Windsor Castle. 哈利的发言人证实，哈利夫妻已经收到通知，必须搬家。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哈利今年1月出版大爆料回忆录《备胎》后，短短24小时，英王查尔斯就叫哈利搬出去。据传，哈利夫妻一度回呛，这个惩罚太残酷。It was at Frogmore where baby Archie had his first baths, and Lilibet celebrated turning one. 据说王后卡米拉和威廉王储都支持查尔斯的决定，而且本来只给几星期搬家，后来才可以等到5月英王加冕之后再搬。They said they wanted a life away from the royal spotlight. Now apparently that's going to be even easier for Prince Harry and his wife Meghan. 专家表示，王室显然要跟哈利恩断义绝，切八段，而且哈利在英国没有其他王室寓所，也没买房产。因此搬出小别墅之后，其实也等于完成迁居美国的心愿。杨正平编译。
禽流感持续的在全球肆虐，日本福冈市有一座养鸡场二月底有大量的鸡只暴毙，相关单位在二号下令扑杀24.3万只鸡，创下了福冈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扑杀作业。禽流感的疫情也烧向了南半球阿根廷养鸡场，阿根廷政府证实国内的肉鸡饲养场出现了禽流感的案例，下令暂停鸡肉鸡蛋出口，以免疫情扩散。禽流感持续在日本延烧，福冈市一座养鸡场2月28号传出大量鸡只暴毙，检验后确认是禽流感，相关单位二号下令将24.3万只鸡全数扑杀。県内では過去最多の殺処分数で、完了までに3日以上かかる見通しです。由于作业庞大，福冈县政府向自卫队请求协助。这已是福冈县本季第四起禽流感，当地设置消毒站，要防堵禽流感病毒扩散。另外，禁止这座养鸡场半径10公里以内的8座养鸡场出口鸡蛋跟鸡汁。南半球的阿根廷也难逃禽流感疫情。阿根廷政府2月28号也证实，国内肉鸡饲养场出现禽流感案例。阿根廷政府依规定暂停出口，也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La gripe aviar me preocupa mucho debido a que está cada día está creciendo más。阿根廷政府2月中旬宣布进入公卫紧急状态，但当时疫情还没扩大到养禽业。目前阿根廷全国已出现至少25起禽流感案例。Como 15 gallinas。Y nos gusta tenerlos porque nos gustan comer los huevos caseros. Y bueno, pero ahora nos enteramos de la gripe aviar. Y bueno, nos da un poco de miedo. 各国禽流感疫情连环爆，恐让蛋荒跟鸡肉荒雪上加霜。综合报道。俄乌战火不断升级，俄罗斯总统宣布暂停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使得核子战争的风险大幅升高。在丹麦北部就有一座冷战时期打造的碉堡，目前已经改建成博物馆，最近正式的对外开放参观，瞬间成了热门的观光景点。打开正面看起来有点历史的木门，里面却别有洞天，一条长达300公尺的水泥走廊通往这座建在山脚下已经有超过50年历史的秘密碉堡。They actually thought that the Third World War was a possibility, and also a Third World War with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So they built this government bunker underneath a chalk hill here. 这个隐藏了50多年的秘密基地，大约可以容纳350人，里头包括餐厅、卧室到医院、手术房，一应俱全。建造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丹麦政府免于受原子弹的威胁，但从来没有使用过。碉堡也在2003年停用，2012年公诸于世。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see what the past was, what thoughts were made in the past, and also in light of the recent war in Eastern Europe. 丹麦政府耗资8000万克朗，将近35亿新台币，将这里打造成一座博物馆。里头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保持着1960年代的样貌。When you go through the exhibition and learn about like how everything was planned, like from the top from NATO and all the way down to like the local school that was going to be turned into a hospital just in case. 来到这里不只能感受到冷战时期的紧张氛围，还可以体会当时的日常生活。馆方还特别展出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残骸，来提醒民众原子弹的威力。当前的俄乌战争如果升级成核子大战，后果更是难以想象。陈玉丽编译。日本多家知名回转寿司连锁店最近一再的遭到青少年恶意狂舔酱油罐等举动重创商誉，也引发了食安危机，更是让大家非常的关心还有挞伐哦，被形容为恐攻恶心事件。而日本业者为了要自保，现在决定呢要大手笔的砸钱，启动人工智慧 AI 摄影系统，防范各种不正常取餐行为，避免再有人恶搞，希望能够重新的挽回消费者的信心。到日本这家回转寿司店用餐，每个座位前都加装 AI 摄影机，如果有人把拿取的寿司盘再放回转盘，它就会侦测出是不正常的打开和关闭行为，系统会发出警报声。一度取ったお皿をレーンに戻すと、こちらの AI カメラが不審な動きとして検知するそうです。
寿司店总部一收到讯号，就会立刻联络事发的分店处理，撤掉餐盘，并向客人询问。一旦确定是恶意行为，甚至立刻报警。迷惑行為から従業員の対応までを映像で確認でき、警察に通報すること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业者希望透过高科技 AI 建立完善管理系统，让消费者放心用餐。福冈另外一家寿司店也将送餐设备自动化，客人点餐后现点现做，再用输送带和自动门精准送到客人面前。お客様の席に届いてから、扉が開いて初めてお客様にちょっと届くっていう形なので、もう衛生面もきっちりしております。日本青少年恶搞回转寿司店事件传开，曾让业者生意一落千丈。店家顺势把危机化为转机，利用 AI 和自动化将软硬体升级，期盼获得消费者肯定，创造更大商机。杨正平编译。南海有电视台跟串流平台合作，推出了体能挑战实境秀，找了百位身强体壮的肌肉男女一起来争夺冠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费聪明选，情报最全面。赞叹好发明，保健一起学。我是大家生活的好朋友李冠仪，周一到周五敬请锁定消费情报站。我该讲一件代志。阿翠，那会报底安呢？阮好意哦，将来唔要照顾人，好伊再用什么照顾你呢？浩宇哥，生日快乐！只要我给你手牵条条，你就能知影我伫你身躯边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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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业、停花、钱包只剩300。阿妈，好久不见。立宪啊，我妈五真爱我 Wednesday 啦。Wednesday， 星期三三三啦、啊。哇，你真正是三三，我太大汉啦。哎呦，那个豆店的卖家啦。阿妈没关系啊，三秒之内都没有出去。完全没变。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加油新势》第二季，加油爱情。本节目由 Manho 魅力机冠名赞助。喂，谁啊？嗨，刚有人，刚有人。哎呦，我是来应征的。我是店长。你是店长啊？你有电脑？你有资格看？我嘿，现实鬼。拿伴手礼给他们看。抢我，抢我十万。他想干掉你。哪里？我看一下。哎，不错，这个不错。哎，不错，这个不错。你的资历不错嘛。感谢福尔耳闻枪冠名赞助。Movies are dreams that you never forget. It's the most magical place in the world. You stop making movies, it'll break your mother's heart. This is larger than any of us. 第95届奥斯卡3月13日台视同步转播。带他们去这个社会最阴暗的角落。我这首歌是来救人的。你出专辑，我买100张。夸张了。哦哦，不舍得看你被淘汰。说实话，每周日晚间十点，大嘻哈时。健身在全世界蔚为风潮，最近南韩有电视台与串流平台搭上了这波热潮，推出了体能挑战实境秀，邀请100名身强体壮的参赛者挑战体能极限，并且争夺超过台币700万元的高额奖金。节目推出之后，登上了38国串流平台收视冠军，更成为了首个夺下平台全球排行榜冠军的韩国节目。백인의참가자여러분반갑습니다우리는성별나이인종의구분없이가장완벽한피지컬을탐구하기위해여러분을이곳으로초대했습니다앞으로여러분은오로지자신의피지컬만으로
생존 경쟁을 펼치게 됩니다. 健身在全球蔚为风潮，人人都想成为肌肉扛把子。南韩电视台与串流平台正式推出体能挑战实境秀，邀请100名壮男壮女挑战体能极限。儿子，干什么？不只比谁可以在单杠上撑得最久，还有如希腊神话中薛西弗斯不断上下推动巨石的疯狂挑战，要比到最后剩下最后一人，号称真人版的鱿鱼游戏。这么拼要干嘛呢？原来冠军可以夺得高达3亿韩元，约台币700多万的奖金，因此节目吸引各路好手争相报名，包括国手、健身教练跟网红。养眼的内容让各国观众看得目不转睛。It was the most viewed show in 38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Canada, and Australia, and becomes the first Korean TV show to top the global Netflix chart.收视长虹不仅展现韩国影视产业的实力，还带动电视台股价上涨，让制作单位名利双收。吴连哲编译。山寨版的麦当劳，俄国版的大麦克 Big Hit 上市了，结果接受度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挺好吃啊。对啊，你最爱的人跟你说想要你陪他去，你会跟他去吗？我觉得应该会哦。可以跟你要一个小惊喜吗？什么小惊喜？你要想啊，就得想办法，不然怎么办？你怎么样会生气？好。感谢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您现在收看的是台视新闻台。失业、停话、钱包只剩300。阿妈，好久不见，你想啊。我妈五真爱，我 Wednesday 啦 ，Wednesday 星期三三三啦、啊，哇，你真正是三三，哇，你大汉呐！哎呦，人家桌顶的卖家啦，阿妈没关系啦，三秒之内都没有兴趣，完全没变。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家有喜事》第二季，《家有爱情》。本节目由 Maho 魅力机冠名赞助。今天的试营运会有可爱的亲友，亲友阿本，不会吧？他真的来了啦！为什么你们会来啊？耶！又是你耶！我觉得这节目很诡异的地方，前一天在聊的人就出现。哎！我妈妈，是你妈？有请三妈！其实我很感动看到他来，就这样，嗯。感谢福尔耳闻枪冠名赞助。I see a story. What kind of movie are you gonna make?麦当劳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之后，当地的素食业者积极的研发新产品，在1号推出了大麦克的替代品，叫做 Big Hit， 改变了酱料配方，也放上了更多的新鲜生菜，希望能够满足消费者。不过这个山寨版的大麦克是否能够长久让消费者买单呢？恐怕是有待观察。香煎肉排铺上起司，放上生菜和撒满芝麻的面包，让人看得垂涎欲滴。
外形神似麦当劳的热门商品大麦克，其实是当地素食业者一号推出的新商品 Big Hit。Приятно, что Big Hit стал дешевле.Консистенция бургера она поменялась тем, что они добавили больше зелени настоящей, натуральной. То есть не замороженная зелень, как раньше была, а ты вот прям чувствуешь настоящую. 业者调配新的酱料配方，放上更多新鲜生菜，面包也增加了黑芝麻，希望可以取代大麦克的地位。Они его переделали, это заметно, но неплохо.неплохо, прикольно, как бы необычно, но по старому Биг Маку все равно скучаю. 乌俄战争开打后，麦当劳在2022年5月撤出俄罗斯，把店面卖给当地业者，并规定不能使用麦当劳的名称、金拱门标志和菜单。俄国业者研发新品也努力仿造麦当劳，希望能让消费者有麦当劳的 feel， 但还是有民众不买单。Сам соус это главн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Биг Мака было.Он стал какой-то чуть более кислый и сладкий. Раньше он был более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ый по всем своим качествам. 俄版大麦克 Big Hit 民众褒贬不一，是不是能让俄国消费者持续买单，有待观察。张永腾编译。法国品牌迪奥尔28号在巴黎时装周展示了秋冬季新品，走复古风。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说跳伞？对啊，你最爱的人跟你说想要你陪他去，你会跟他去吗？我觉得应该会哦。有什么办法的？我喜欢。可以跟你要一个小惊喜吗？什么小惊喜？你要想啊。就得想办法，不然怎么办？你怎么样会生气？你觉得我们只是开一间店，这种样子吗？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在剪。我们是满足客人所有需求。所有。心之笑容。感谢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贺龙真的是一直在挖洞，地底超难挖的。不是哦，什么？真是不好聊啊！带他们去，这个是我最隐秘的角落。我这首歌是来救人的。你出专辑，我买100张，夸张，满满五角大地的感觉，这样。即将被淘汰的，我就要砍三个，根本砍不出来。不舍得看你被淘汰，说实话。我们两个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每周日晚间10点，《大嘻哈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的胯下要裂开了、每周一至周六晚间6点至7点，台视最欢乐的蜡笔小新。好久不见，你也脆飞吧，你也脆飞吧。哦，他很会坐下趴下飙死掉呢，都飙死掉，还在死掉的样子。阿娘，你看这里，你看这里，这是什么？阿娘，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来坐下。对，不要这样啦。好了，没关系。他真的会。你可以表演才艺的时候，你却这样。他怯场，他在干什么？真是对不起的阿斗。失业，停花，钱包只剩300块。阿妈，好久不见。立夏啊。我妈五三爱我 Wednesday 啦 ，Wednesday 星期三三三啦、啊，哇，你请假是三三，哇，你大汉呐！哎呦，人家豆店的卖家啦，阿妈没关系啊，放了今天都没有兴趣，完全没变。每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加油新势力》第2季，加油爱情。本节目由 Manho 魅力机冠名赞助。你好，冷空气影响，今天呢，在北台湾一直到花莲，这种温度就降到了20度以下的高温。不过呢，水汽不多，所以只有东半部有些局部短暂雨。而提醒您，除了冷空气本身，
明天清晨辐射冷却作用会加进来，明天清晨的温度会来的比较低。还好明天白天开始冷空气减弱了，温度稍微回升，但早晚还是冷的哦。水汽不多的，明天同样只有东半部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周末假期的天气，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云图上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台湾上空的云层少，水汽少，天气相对就比较稳定。包括了明天礼拜五也类似哦。台湾附近吹的虽然还是属于一个东北风，不过整体来说，水汽在明天还是比较偏少的。所以明天来看，顶多只有东半部有些零星的降雨，雨也不多。西半部明天都还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只是今天呢，因为冷空气南下，所以有境外污染物移进来，全台空气品质比较糟糕。等到明天比较好的是在北部跟东半部的空气品质会有所改善，但是中部南部空品还是比较差一些些。而接下来等到礼拜六的时候要放假了，虽然在礼拜六这一天持续吹的是一个东北风，但水汽呢会稍微的增加一些，所以目前看礼拜六东半部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发生，降雨几率稍微提升一点点，西半部不受影响，西半部在礼拜六还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很快的，等到礼拜天的时候，东北风持续吹，但水汽又要减少了。所以在礼拜天，目前看各地的天气都会来得比较晴朗稳定，甚至这种水汽偏少的情形会持续到下个礼拜的前半周。所以呢，在未来这段时间，中部尤其南部水情持续会比较吃紧。温度部分，透过地面天气图要来看到了，高压一出来带来冷空气，今天温度有所下滑。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除了冷空气本身之外，水汽少，辐射冷却作用会发威，所以明天清晨温度会来得比较低，包括了在整个中部以北一直到东北部，局部低温11到12度左右。还好这个低温主要出现在清晨，白天阳光露脸，温度会回升，因为冷空气减弱，所以明天白天在北台湾高温会比今天回升个3度左右，一整天大约13到20度。就在中南部东半部主要呢在白天舒适，还是早晚温度比较低，中部地区明天13到23度，南部呢在14到24度，至于在东半部则在16到21度上下，可以看到日夜温差会来的比较大。而接下来周末假期的温度形态也是差不多的哦，北台湾稍微偏凉，中南部舒适，全台各地早晚比较偏冷，要等到下礼拜偏南风吹起来，下礼拜温度回暖的状况会比较明显。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咛，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明天清晨温度是低的，所以如果你早起上班运动，一定要保暖了。还有未来几天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未来一周水汽都是偏少的情况底下，所以雨都不多。所以这个周末假期如果安排户外活动，没有太大问题。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明天清晨我们提到呢，北部温度比较低一些，不过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有所回升，水汽不多，明天主要还是多云到晴，基隆14到18度，台北13到20度还是可以见到阳光，新北14到20度，桃园13到20度，新竹13到21度，苗栗13到20度。而中部地区来看的话呢，在明天也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但日夜温差大，台中14到24度，彰化13到20度，南投13到23度，云林13到22度，嘉义13到23度。中部南部明天空气品质还是会比较糟糕一些些，我南部呢天气同样是稳定的，台南14到21度，高雄17到22度，屏东16到25度。东半部地区呢，在明天来看的话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不过雨不会太多。宜兰13到19度，温度稍微回升，花莲16到20度，多云到晴，台东16到22度，云量偏多，但还是有机会见到阳光。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在明天主要也是多云到晴的，澎湖高温18度。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明天后天一直到周末，台湾附近吹的主要都还是东北风，冷空气不是很强，但是在夜晚到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冷，只有礼拜六水汽多一些，东半部有些局部降雨，其他各地其他时间天气都来得比较稳定。锁定台视气象，君凯每天跟您聊天气。消费聪明选，情报最全面，赞叹好发明，保健一起学。我是大家生活的好朋友李冠仪，周一到周五敬请锁定消费情报站。现在去买来得及吗？非常慌乱。惊为错了，下雨了，真的很冷，所以手忙脚乱的乱成一团。你是把人活得下来了，这样搞。
感谢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您现在收看的是台视新闻台。哎，真的啊，不要慢吞吞的移动，再开快一点行不行啊？因为我会害怕嘛。真是的，给我开快一点啦。别这样，冰车是不对的呀。我知道有些人只要握了方向盘就会性格大变，但是你还是老样子呢。每周一至周六晚间六点至七点，台视最欢乐的蜡笔小新。谁啊？嗨，汤有人，汤有人。哎呦，我是来应征的。我是店长。啊，你是店长啊？没有店长，你有资格看。我哎，现实鬼。拿伴手礼给他们看。唐若慈，唐若慈，他想干掉你哎。哪里？我看一下。哎，不错，这个不错。哎，不错，这个不错。不要，你的资历不错嘛。感谢福尔耳闻枪冠名赞助。I see a story. What kind of movie are we gonna make? Do you ever find yourself overwhelmed by emotion? I cut. Where do you say we come in for my close-up now?第95届奥斯卡3月13日台视同步转播，带他们去这个社会最阴暗的角落。我这首歌是来救人的。你出专辑，我买100张。夸张了！哦哦，不舍得看你被淘汰。说实话，每周日晚间十点，《大嘻哈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明星，你们是来运动的吗？不是不是，可是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宠物是白色这只还是戴口罩的这只？它真的比你年长，请你尊敬。法国品牌迪奥28号在巴黎时装周展示了秋冬季的新品，以1950年代女装为灵感，结合复古与现代，打造了新的视觉飨宴。现在就和我们带大家一块去看看。我是林如，感谢收看今天的台视晚间新闻，晚安，我们再会。选情报最全面，赞叹好发明，保健一起学。我是大家生活的好朋友李冠仪，周一到周五敬请锁定消费情报站。现在去买来得及吗？非常慌乱。经纬错了，下雨了，地上都没水，手忙脚乱的乱成一团。没那个法郎活得下来了，这样搞。感谢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您现在收看的是台视新闻台。哎，真的。不要慢吞吞的移动，再开快一点行不行啊？因为我会害怕。欢迎收看台视晚间8点新闻，我是王吕中彦。新闻开始，带你关心的是最新消息。昨天稍早。